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的新形态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、协和万邦、和而不同、成人成己的现代表达。所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，是社会主义文明的新发展，是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追求。在人类文明史上，在现代化的历史上，中国以自己的道路、自己的成就、自己的制度，展现了现代化的多样性，展示了当代文明的多样性。人类只有一个地球，各国共处一个世界，东海、西海、南一海，东方、西方同在一个蓝天下，和平是人类永恒的追求，发展是人类进步的永恒动力。东西方应该携起手来，让历史启示未来，再现新时代的东西方文明的大融合，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。